大哥，方亚征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世界的老板顾立明，顾先生，这是新世界的二当家许念东，他们都曾经救过我的命，现在是带我去闸北仓库找我哥哥，他是我们几个人的老大。 找你哥哥，是找黄金吧？行吧，咱们去闸北仓库把黄金弄到手，然后一直走。我跟你们谈个条件，说，我们中间任何人，只要有人开枪，我们谁都活不了。这附近埋伏着日本人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这车军火。 没有这车军火，你们也进不了闸北仓库。就是我们谈个协议，在进入闸北仓库之前，我们应该一致对付日本。进入仓库，协议取消。对。好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我们把军车隐藏起来，分成两组，建筑工事，在路口留下炸药，把日本人引进来，反制包围。 我和顾先生还有念东一族，你们三杰一族，就按小曼说的办。什么事？大佐阁下，有个曹振武的人要见你。嗨，你是曹振武的人。 小的是曹振武的管家侍从，这里是日本远东派遣军驻上海的特务部，在下渡边正雄。陆先生，曹大帅此次来上海，就是为了给您商量大东家共荣大业的，为了表示诚意，大帅还带来了大量的黄金。你是曹振武的管家。 那黄金在哪里？黄金在闸北仓库。是啊，那几个副官为了独吞黄金，他们杀了曹大帅呀，还暗算我，差点没丢了性命啊！你说是独吞？对，独吞。现在上海滩各路的帮会都听说了黄金的传闻，都垂涎欲滴呀，他们都纷纷下手了。你居然是草金武的人。 也是我的人，你拿回主人的东西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啊！大哥，干脆把他俩做了算了，省着他俩碍手碍脚。 想不忍则乱大谋，小曼现在站在那头还不知道呢。是啊，大哥，别那么太痴情了。小曼现在站在那头还不知道呢。是啊，大哥，别那么太痴情了。现在日本人的注意力都在军火上，闸北仓库的前沿。我现在决定去，让他们带头。他们出来接应你，你留在这照顾小曼。那我去，你照顾小曼。到了仓库，拿好枪，朝着这个地方，他们就撤走。 亲手把这个交了，你做事真的很谨慎。我去通知他们三个，别让他们误会。我先动，你走。我给你快点。
是我们。把枪放下，你们怎么又举起枪了？不是说过吗？进闸北仓库之前，不要起内讧。三位，顾老板要去仓库接头，等金勇的人到了，咱们就里应外合冲进去。哎呀，要不是曹志武拦着，老子早就上前线跟小鬼子干一下，这次可就过过瘾了。老三，咱们来上海不是为了打仗。说，连长，刚才阵地前面有敌人，看样子是要进入仓库。不知道是敌是友，我就鸣枪示警了。是。那个姓杨的，好像很听你的话。他也算是我的恩人。听说。他要帮我杀了曹正武，然后带我一起走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那为什么不跟他走啊？我说了，谁帮我杀了曹正武，报了复仇，就嫁给他。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但谁知道。好了，以后再不提这些。真的吗？这可是你说的。一言为定。小婉，你一定会把怀表交到你哥哥手上。我知道。说的呀，你哥哥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的亲人。我想这个怀表上，你也想得到黄金？我要想要，早就把怀表抢走了。还有你到现在呢，全对我来说只是身外之物，保不了你。别让！宝石呢？你去外面那个人，如果是伤兵，啊，你给他点掩护。是。我要危机关头，救他吧。我叫杜立明，是共产党委托我送军火给你们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汇报。喂，等一下。顺道帮我找一个人叫林在峰。我就是，什么事儿？你妹妹冷小曼也来了。冷小曼？我妹妹叫林在云，你在这等我。
报告将军，共产党送来的军火需要接应。我知道了。租界援助的军火已经请示了上峰。战区长官要求我们婉拒共产党的一切援助。现在我部在仓库固守，弹药即将用尽。长官指望南京方面外交斡旋，而我只有给养充足，才可以据险死守。如今国难当头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共产党也是中国人，所以我决定接受共产党的军火援助。跟我来，我怎么走，你怎么走，跟紧点。感谢你把军火送过来。这批军火扣在战区的边缘上，需要你们去接应，我们才可以冲过日本人的防区把这批军火送过来。照日本人的惯例，他们天黑会设防，天亮就会撤防，但这条路上很多日本人，所以一定要你们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才可以把军火运到这里。但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要注意，是日本人派来的。天一亮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就算在路边打起来，我们这边还得去。就按你吩咐。林在峰，到。带领兄弟们保护顾先生，运送军火。是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是好赌的人，运气一向很好，一定会。
是葛连长。对，我是葛传义。你好。希望我和念东的行动可以帮到你们。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，只要有上海这边的支持，我们绝对不会让日军前进一步。只要可以帮到抗日就好了。好，天黑后送你们出仓库，你们的援助我会向上级报告。林在峰，到。你把军火数量和护送人员登记备案。是。 我哥呢？好，带大家登记去。一会儿就回来。天色蛮长了，军火也送到了。你是不是要走了？葛连长说天黑就送你回去。那我们就要分开了，以后你要多保重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不走吗？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 好多了，好，休息一会儿。就差你没登记了，那小曼休息一会儿，你跟我去登记下记。好，我在外边等你。你和我妹妹很熟，算是。 患难之交吧。哦，这么说认识很久了，认识不长，还不到一个月。有缘分呐。老天爷安排的吧。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在云，不过这丫头脾气倔，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。我是去当哥哥的，也没怎么照顾。以后就拜托你了。
不用客气，都是朋友，互相照顾嘛。啊，对了，这块怀表啊，是你妹妹的，拼着命给你送去，我可亲自交给你了啊，省得她日后诬陷我，说我抢她怀表。哈，情况有变，小曼负伤，怀表已经落到了徐念东手里。早就应该听老二的，把他们干掉了。你看现在多麻烦呢。现在动手也不迟，协议已到期，不破坏江湖规矩。哎，大哥，我觉得咱们可以来一个借刀杀人。我们是原来川军幺三四师的兄弟，一直跟着曹任武。生物旗卖国投敌，所以在码头策划了对他的刺杀行动。现在曹任武已死，我们特地赶过来支援抗日，请分配任务。上面有吩咐了，让你们心不待命，天一黑就送你出仓库。我没有解药军情汇报。有什么解药军情？现在闸北仓库已被奸细渗透。哎，我想单独对你汇报。你跟我过来。我们来登记吧。好。说吧，什么情况？这个人就是冷小曼，大汉奸曹振武的情夫。和他来的那两个人是一伙的，他们带来的武器是日本人提供的，很有可能他跟日本人商量好了在阵前哗变。你是说林在峰的妹妹是奸细？大敌当前，不可不防。我会请冯将军向重庆方面核实他们的身份。传令兵，有，把冷小曼他们关进地下室。是。我的伤没什么大碍了，你去看看哥哥那边有什么忙要帮。我还是陪陪你吧。小曼，好多了。哎，阵地上怎么样？现在来讲，日本人还没有什么行动。他就是冷小曼，大汉奸曹振武的情妇。你说什么？别动！军火的，对不起班长，这是上级的命令，分别逮捕许念东、顾立明和冷小曼。什么罪名？他们有可能是借送军火为借口进入阵地的奸细。奸细？证据呢？对不起班长，这个你可以直接回去问团部。你们请着他们走，其他的我会帮你们弄清楚的。走。走。好待着。走。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？抓我们有什么好处？显而易见，他们是来找黄金的。把我们关在这里，不是方便了吗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出去。黎明，别着急，林在峰会替我们解释清楚的。喂，老人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吵什么呢？
我们是租界代表，我要见你们长官，有事情要汇报。等着。上来吧。又喊什么呢？你帮我把林在峰找来，他是我哥哥，我要跟他说临终遗言。小马，沉住气啊，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。等我哥哥来了就知道了。报告。进来。我们受共产党的委托，专门送军火来给你们。你们为什么反而当我们是囚犯，是奸细，扣押我们呀？顾老板，真对不起，我们正在和重庆方面核实。哥，林东，现在可能是我们唯一一次找出黄金地点的机会，你们不要问，也不要说什么，按照我说的去做。现在你们帮我找一找，哪面墙是北墙？那面墙，那你去帮我摸一下，是不是北墙有些潮湿？是。闸北仓库是上海四大银行的总库，从318开战以来，上海各大银行纷纷撤资，但是曹振武的黄金数额巨大，再加上他早就处心积虑地想要投靠日本人，曹振武的黄金就在闸北仓库。如果想打开金库大门，除了怀表之外还需要四把钥匙。曹振武把这四把钥匙分给我们四个副官，每人一把，我的那把已经在新世界被老胡给抢走了，而且这四把钥匙还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。一定要把怀表给收好了，等有一天我们打开金库大门，就能把黄金用在抗日的地方。行吧，怀表还是你先收的。但有一件事，你应该没有好好的考虑过，为什么四把钥匙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？打开金库的方法当然是越复杂越好，这样安全吗？不全对，你们知道吗？金库的下方埋有炸药，内藏玄机。如果打开金库大门时钥匙的顺序不对，那炸药便会自行起爆，沉入苏州河底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们在这边驻守了这么久，怎么样打开金库的大门我们不知道，可怎么找到炸药那是我们的强项。起初我也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现在听你一说，我才明白了其中的玄机。曹振武给你们钥匙的时候没讲炸药的事吗？没有啊。这个金库是上海四大银行的总库，钥匙和怀表这套开锁工具也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我想炸药应该不是曹振武，他应该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秘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那天在码头我杀曹振武，并没有杀死他。那后来呢？曹振武还活着吗？后来是念东和立明替我杀死的。念东，没想到你还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过去的事别再提了，
大恩不言谢。天东，这样吧，等将来有一天你和戴云办起事儿的时候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能不能说点别的？那我收回。别收回去啊！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啊？是不是？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许念东、林在峰，连长有请。哦，知道了。你听我说，没时间了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你知道。林总，都搞清楚了，同居方面证实了我们的身份。怎么了？怀表被杨世廷抢走了。林总，带领敢死队冲出去，务必把人给我抓回来。是。开香堂，进口三五，正身民姓，本座弟子萧万坤，没有铭记帮规戒律，屡屡失守，造新世界算计，让百乐门颜面尽失。萧万坤，你有话要说吗？弟子知罪，求老爷饶命，再给弟子一个赎罪的机会吧。家法赎罪。
弟子多谢老爷不杀之恩，以后弟子上高山下油锅，万死不辞，以报老爷的宽大之心。现在上海战火纷飞，不仅国军和日军焦灼于此，西方列强也虎视眈眈，意欲割据上海。我父北川一介匹夫，周游于列强和势力之间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大家能在上海滩有一块立锥之地吗？现在新世界的顾立明和许念东屡屡招来日本人，迟早是心腹大患，必须伺机铲除。想知道曹振武是怎么杀死我父亲的吗？是逼着我亲手杀死了我父亲。说，黄金城到哪了？交出黄金！老子饶你不死！说！长官，求您放了我爹吧！子瑜，给住他们！报！哼！报告！说好金条，还有猪八。老子在前面打上拼命，你在后方私藏金条。杨大帅有令，私藏金条者严惩不贷。求求你放了我爹吧！长官，求求你放了我干老爷吧！我求求你！你爹好啊，金蛋。拿着枪，把吊着你爹的绳子打断，就救了你爹了。拿着，畜生！拿着，拿着！畜生！娘！我的娘！这个混蛋，不在曹成武身边，一心埋名了这么多年，就是在等能够手刃曹振武的那一天。他想把黄金献给日本人，那我更要进闸北仓库来，告诉我哥哥黄金在哪。我要把那笔黄金捐献给抗日。你问我进闸北仓库，是为了黄金还是为了找人？我告诉你，这两点都有。如果不是为了我自己，小曼，我现在真的很佩服你。佩服我什么呀？比起我哥哥来，我算什么？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类似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父亲的事吗？你说过是为了父亲才到日本的，后来父亲被暗杀，一直都没有找到杀父仇人。在日本我得到我父亲打山一样压在我身上，那个时候我看到日本学员欺负中国人，实在是不可忍，
所有人发出去不干。最后逃出了士官学校，有个日本女孩，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，她一直帮助我躲避抓捕，每天给我送饭照顾我。可我一直在折磨她，是个羞辱。他仍然无怨无悔的帮我离开日本。如果我那个时候也像你一样，艰难这么多，再找机会，光明正大报，说不定早就找到凶手了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，亡命天涯。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？在她哥哥的逼迫下，自杀。你长得很像他。你是因为我像他，对他有愧疚，所以你第一次见我才救我。不一定，觉得你很神秘，一个看着那么柔弱的女人，竟然能那么迅速利落的赶紧凑证。我在想，如果家子有你一半的坚持，就好了。别这么说，你就把我当作是他吧，至少你心里都好受些。林在峰，报连长。军火的意识转移到安全地带，天黑后速撤仓库。连长，现在是安全区要收集下东湖。什么？给我打！连长，袁四林逃跑了，在他留下的包裹，把妹妹给我守住。我就说吧，给我们送军火的怎么可能是日本奸细？我一定要向孟将军报告，争取南京方面给他们嘉奖。谢连长。给我打！抓到杨四林，中了我一枪，走了。小曼，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的，帮你找回那块怀表。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全力下去，如果仓库失守，实施最后的计划，和闸北仓库共存亡。是。别忘了，天黑后送顾立明、石建东和你妹妹出仓库。是。打！葛连长，让我们准备好。天一黑就行动。我想跟哥哥单独说几句话。
表呢？杨世廷抢走的那块怀表是假的，那怀表很复杂。这么说，你早有准备？这怀表是瑞士1900年，全世界只有100枚，基本上全部被金融界收藏。除了即时功能外，它的背面还有黄金木板。你的这个怀表是个赝品。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在珠宝界，有好多豪门贵族拥有价值连城的古玩珠宝，他们往往会担心它的安全。所以他们会盯着一个一模一样的眼，这样就被称为银子珠宝，以假乱真，在不同的场合拿不同的珠宝，既没有人能看得出来，又能确保古玩珠宝的安全。你这个赝品是什么来历？大战开始之前，有一位银行的董事卖掉了很多珠宝兑换黄金，离开上海就是其中一份卖掉，已经鉴定了他就是银子。你这个影子怀表，我要。我一直以为我把怀表交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的金钥匙被曹振武的那个管家给抢走了，真担心他们一定还会回来抢怀表。我进闸北仓库的时候，我知道杨世廷他们也进来了，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赝品。他们抢走的就是这个赝品。对，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。我打算跟你一块留在这儿。我想把怀表交给许念东，你觉得他这个人可靠吗？彩云，实话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闸北仓库失守，我们就会引爆炸药，和闸北仓库共存亡。哥，我彩云，你听我说，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和念东还有李明他们离开这儿。你手上有真的怀表，回到了上海也不会安全，最好能回四川老家躲一段时间。现在金库和怀表的秘密你都知道了，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替我完成心愿，用这里的黄金支持抗战的部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要死在里跟你死在一起。傻妹妹，哥哥是军人，有军人的责任，而你也有你的责任。我在前方抗日，你在后方抗日，一样的为国为民。如果你真的为我着想，你就一定要离开这儿，知道吗？有些事小曼给我讲了曹振武是怎么样杀死他的。真是个畜生。怎么杀的？亲手杀死了他。这个曹振武真够狠的。念东，顾先生，我想拜托你们二位一件事儿。我的妹妹在云就托付给你们二位了。蔡云他本来不想走的，可我不能让他留下来。但我想即使在上海也不会安全的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希望你能够替我送他回四川的老家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做到。谢谢，那我会过来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跟他这么熟？刚刚认识。
小曼可是个好女孩，你要好好对她。这李明哥和东哥都不在，这万一摆了门偷袭新世界可怎么办？我已经联络了巡捕房的人，一旦摆了门敢对新世界动手，巡捕房的人会对付他们。看来您早有准备啊。这下我可放心了，目前最紧要的是接应我哥和东哥。我已经在战区边营的隐蔽处安置了一辆汽车。很好。回去好好养伤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葛连长让我交给你的，是杨世廷他们落下的，你收好了。我能不能不走啊？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让念东送你回老家，赶快离开这儿。快走啊！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？会很快的。快去啊，小曼，走吧，来不及了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小曼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？哥，这女人就像衣服一样，穿在谁身上就是谁的。等我们有了这个了，打开了金库，什么样的女人都会有了。这块怀表的秘密就在于宝藏的地点，咱们现在有三把钥匙，还缺一把。我想另外一把应该在老胡手里。
说曹操曹操就到啊。哎呀，我好心告诉你们怀表的下落，你们却把我给甩了。你们跟踪冷小曼到闸北仓库，结果怎么样？老大还是吃了那小妞的亏了吧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、啊？活腻歪了吧？大家刀尖上舔血的日子，难道还没有过够？别忘了，和气生财嘛。别啰嗦了，快把你的金钥匙拿出来。怎么着？看来怀表已经落到你们的手里了。那咱们就谈谈合作的条件吧。怎么着？不想合作？好，那我就杀了那小妞。你动一下试试。老三，大哥，为了个女人而牺牲了我们的黄金，还伤了我们这兄弟之间的感情，不服了。我们要是报仇，行了，都是兄弟，我先放下吧。我曾听大婶说过，这怀表和四把钥匙可以组成黄金罗盘，才能找到金库的大门。所以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冷粉。记住你哥哥临死前说的话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天一亮，我们就想办法送你离开上海。怎么这么晚呢，王队长？不过您放心，关卡我们已经关好了，偷窃绝对安全。今晚有重要人物过关，法国公使传来命令，开关放行。这么晚了，还有什么重要公使过关呢？这个嘛，那得傅老爷去问法国公使大人。好了，孙座，让开，让他们守着。放行。
小心人也。小曼，你要离开上海，我们就送你到这里。李明，之前我来上海帮你打听一下，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往后看见你们真的不容易了。小曼，你要多多保重，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。我祝福你们两个开开心心。谢谢你，帮我进闸北仓库。见我哥哥最后一面，稍等保重。好了，你先拿着，我去买票。让我去。啊，我去吧。大爷，你干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干。你只要听我的话，不但没事，还包你挣钱。喂，听的不是，箱子破了，箱里的就是这个包。谢谢大爷。我娘她在哪儿呢？曹振武死了，你已经报了杀父之仇，现在怀表钥匙全在我们手上，我们远走高飞吧。我一辈子听你说的啊，我不能跟你走。我知道你们已经拿到了怀表和钥匙，
要是就这样，我也不能让你把黄金夺走。难道你喜欢上那个姓许的？我有病想走。给我打！你干什么？顾老板，你到底是往哪儿待的呀？伤势怎么样？他现在伤势已无大碍，他现在睡着了，他需要。这次车站事件，百乐门的目标是冷小曼，他们对黄金真的很有兴趣。既然整个上海滩都在寻找冷小曼。此地也不是安全的地方，眼下的形势太过危险，冷小曼不宜再次露面了。都是这个怀表惹的祸。对了，念东，为什么你不跟冷小曼说给人抢的那个怀表是他的？我也不在。既然怀表给冷小曼带来这么多危险，总藏下去也不是回事，不如放出风去，就说被杨世廷等人抢走了。好主意，我们先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三个副官身上，之后带小曼离开上海，等风头没那么紧了再让她回来。即使离开了上海，路途上一样会有危险，不如在租界找个地方先住着，等他的伤好了再想个万全之策。董先生，是董先生吧？冷小曼，你的伤没好情况。我哥哥让我谢谢你，对闸北仓库的帮助。闸北守军，就是因为正是有了像你哥哥这样的爱国将士，才得以坚持到今天。这一次我们的行动，震动了整个上海，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争士气。冷小姐，你要是。化悲痛为力量，我们今后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当年我们在日本军校，我们中国学员私底下有个不为人知的小段子，就是日本天皇要鼓励一些日本学员在每一届拿第一名，授予天皇赐币。
舍。我记得那个教务长，他宣布结果，第一名张方军啊。之后他是肃静。接着校长宣布，第二名蔡果，台下一片哇。第三名教务长没有说之后呢，他说我不说了，台下一片哭声啊。之后那些学员呢，个个要剖腹自杀，要向天皇谢罪呀、啊。真的。接着那些日本学员，为了要向中国学员挑衅，他们抓中国学员去堵截。啊，念东就厉害了，他在赌桌上面把他们赢的是一塌糊涂。接着校务主任知道之后呢，就把我们中国学员和日本学员分开授课。怪不得你一直跟我说你是个赌徒，原来在日本学的。怎么样，我学赌术也是为国争光啊。我刚夸你两句你就飞上天了。念东呢，他是逢赌必赢，不过呢，如果是喝酒的话呢，一瓶就可以醉了。他今天已经喝了不少了。我也喝了很多了。喝酒我不行啊，甘拜下风。不如我们赌一把，谁输了就喝一杯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来当主持人。谁要是赢了呢，就不用喝了。老板，你帮我发。黑桃 K， 帮我也放开。你们两个人开我玩笑啊？都是黑桃 K 啊！我还记得有一次啊，有一个日本学员叫渡边，犯罪过呢就要跟我赌钱，还要压上我一根手指头。他一见念东呢就要跟我赌大小啊，他这么一翻呢就跟你刚才那么一翻，哈哈，当然输了。渡边之后呢就很恨他，就说要杀死他。啊，想不到渡边的妹妹喜欢上他了。你说的是佳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念东跟我说过了。哎，你们啊，喝的差不多了啊，该回去了啊。那个苏曼君你知道吗？苏曼君。李明。是这个。哦，开心嘛就讲一下嘛。其实那个苏曼君挺好的，不过可惜他没有缘分呢，要不然他们就结婚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行了啊，你真是喝多了。我没喝醉啊，喝了喝了，我自己有分寸吧。走了走了，那能把它喝完了。好，你要记得付账啊。念东啊，新世界不安全。
我帮你跟小曼在新雅公寓订了个房间。我送你。不用你送我，没醉，你们两个过二人世界啊。嗯，走走走走走。要不你去送他吧，我一个人可以吧。他没事，我送你吧。顾丽丽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冷小曼，但在女人、兄弟、黄金之间，她选择了黄金。想知道吗？他原名叫苏英，在北平上学的时候，我们两个，对。后来我父亲逼着我去日本留学，一去就回国之后，我就被你找回来了，根本就离不开。他好像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了，你从我的记忆里消失。顾立明找到我，让我来上海帮他。我就来了，没想到在上海碰到他。苏一金，他是苏曼君，上海滩最红的舞女，傅北川的女人。他爱他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，不过跟以前的感觉不一样了。我和苏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，因为我的不辞而别。我想你对不起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的保护他，让他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那我呢？你感觉就是碰到你之后懂得了什么叫珍惜，什么叫责任。我是不是你最信任？哥哥去世以后，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有没有别的？